那么到楼下呢，附设一个幼儿园，所以想得很不错。这犹太人很聪明。那这些老人呢，他们的孙子就在这个幼稚园念书。那这儿子媳妇白天上班，早晨上班把小孩送到这来，小孩下课了就会到楼上敲敲他的阿公阿婆的门。啊，他也不会太打搅老人，因为说只有十分钟的时间，啊，见了面说说笑笑，上课了他就下去了。啊，到晚上呢，他父母把他带回去，这是很难的。我看了之后，我就想到21世纪，这个佛教道场啊，应该是这种形式。我说老人不工作了，还成天没事情，那听听经多好啊。念佛多好啊！啊，我这个弥陀村的念头就从这边开始。啊，以后到每个地方都想做，语言不成熟。啊，那么这个老人院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在那里讲经讲了不少次。啊，因为我在美国住了不少年，每一年呢都会到那里去一次，啊，至少会去一次。啊，至少也会在那讲一个星期。啊，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老人所需要的，啊，他可以学习，啊，可以研究经教，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啊，可以把它变成个老人大学。老人天天就有事情干。还有一些老人有专长，啊，对于学术、对于艺术，他有专长。啊，老年时完全成熟的时候，你看，啊，学校里不要他了，太老了。啊，那么他在老人院可以义务教学，有年轻人，有学画画的，学书法的。啊，这个学弹琴的，这老人都可以教啊。啊，他有一技之长的时候，他可以传给年轻人了。啊，他有传人，那很快乐的事情啊。啊，天天有事情干，不至于说老了就变成废物了。啊，这我们所想到的。啊，所以老人乐园应该是老人学校，啊，是老人真正啊娱乐的场所，啊，是他发挥啊他一生一切专长的最好的一个时候。啊，我们是想做这么一个老人院，啊，让他晚年真的生活得非常快乐，啊，感觉得很充实，感觉得一生当中，晚年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啊，那么这个原因，看现在慢慢的会成熟。我们这个汤池的实验成功了，啊，许多人有了信心，啊，养老育幼，啊，现在的学校是很多，但是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啊，所以很多家长对小孩上学都非常忧虑。啊，尤其是怕儿童染上了电子游戏机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迷在这个里面。啊，所以都想找一个好的学校，找不到。
啊，所以真正能办一个有传统教育课程的学校，我相信学生很多。啊，所以这个学校跟老人乐园应该在一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老人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于学生。啊，不至于讲一生所修的失传了，这是他最悲哀的事情。啊，最痛苦的事情。他要找传人。啊，那么这都好事，都是善事。啊，如果没有私心，没有个人名闻利养，啊，帮助这些老人度过幸福快乐的晚年，这是救他。啊，为什么？老人如果精神痛苦，他心里头有怨恨。那我们知道，修佛的人知道，这样的心情死了以后都是到三途去了。啊，晚年非常快乐的时候肯定升天了。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呢，他不会做三恶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帮助老人。啊，精神快乐，绝不堕三途。啊，帮助青少年学习伦理道德，将来在社会上不造恶业，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啊，家庭里面最重要的这两桩事情，啊，这两桩事情做好了，啊，当然还有一个在过去家庭里面非常重视的，啊，就是世代的承传，啊，在从前家每一家都有家谱，啊，家谱完整的，确确实实可以记载到4500年。啊，为什么这个说法？因为4500年前没有文字，就没有法子记载。啊，皇帝才创造文字，才开始有文字有记载。啊，这个是中国家族的特色。啊，家家都有一部家谱。那家谱是你家庭的历史啊，世代的承传啊，这是非常重视啊。啊，所以他爱家，他就爱他的乡土，他就爱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么长的年代的承传，自己如果做不善，对不起祖宗啊。不但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祖宗啊！自自然然形成了道德约束的力量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又明白了宇宙人生真相。啊，我们到人间来像佛菩萨一样嘛，游戏人间嘛。啊，游戏要唱好戏。啊，要帮助人回头啊。啊，要帮助人啊。随顺心德而不违背心德，这都要靠教育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秘诀就是教育。啊，中国人最懂得教育，但是这100年来疏忽了。
那我们这个地方讲了一个真，讲了一个空。下面教导我们如何落实，对我们产生实际上的效果。故见情妄以显真性。这个见就是放下。放下情执。情什么呢？我们佛法讲的烦恼障。烦恼放下。妄是什么？妄是妄想，分别。妄想跟烦恼都不是真的。我们只要把这个放下了，真心不要去求，自然就现前。为什么？它障碍真心。情跟妄障碍了真心。所以真正聪明就悟的人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不生烦恼，这个重要啊。要知道不生烦恼就没死，你的心情都舒畅都快乐。顺境顺自己的意思，你就生贪爱，你就想占有，这个错了，这个观念错了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怎么能占有呢？什么都得不到，身外之物样样得不到，身体也得不到，身体是假的。这个要真的搞明白之后，我们烦恼就轻了。顺境里面不起贪念，逆境里面不生嗔恚。生的是什么呢？都是生一个感恩的心。你看，不生贪念，根本烦恼里面的贪没有了，不能完全没有，那个贪的成分降低了。逆境恶缘里面呢，让我们嗔恚断掉了。这都是好事啊。特别是逆境，心里很不高兴的时候，你自己也觉得觉悟到，那些让我不高兴的人，让我生气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我真的是生气了，那是魔王。他想害我，他没有能力，他必须让我自己生气，我自己害自己，他在那里鼓掌拍手欢喜。魔王啊，我上他的当了。如果我觉悟了，我不生气，他怎么样对付我，我都不生气，那他什么呢？他是菩萨。所以是佛是魔不在外头啊，在我们的心啊。我们一念觉悟的心对他，他是佛啊；一念迷的心对他，他是魔啊。实际上呢，无佛有魔。佛跟魔都是自己心变现的。所以逆境里头帮助我们断嗔恚，顺境里面帮助我们断贪爱，
那不都是佛菩萨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只有一个感恩的心啊！啊，感恩是自信的心的啊，感恩的心流露出来啊！啊，那这就显真性了，真性性德显现了啊！是见色非是色，举体全是真空。那入这个境界也好了，这是佛法真的受用。啊，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，全是真空。啊，这就是观慧眼，这是真实智慧，你看到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所以见空不是断空，断空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不是的。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啊，善人善行善思，那就是空，就是真空。恶人恶行恶思也是真空。啊，你在这个里头能够说不起心不动念，成佛了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是菩萨。这个叫修行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面对着面前的境界啊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啊，缘是人事啊，面对一切境界，要能这样看法，这样修行，这叫善财童子。啊，你证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不要到来生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所以什么地方是道场啊？处处都是道场。啊，什么地方是菩萨学处啊？处处都是菩萨学处，一切处，一切时，啊，一切人事。都是自己修学的自然缘啊！学生就我一个，除我一个，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，这是善财童子的修行的方法啊！善财童子没有同学。啊，学生就一个人。除自己一个人之外，全都是善知识。善知识就是老师。啊，不但一切人是老师。一切有情众生都是老师。啊，你所看到的是所有一些动物。小至蚊虫蚂蚁都是老师。啊，我们今天有一些同学，有一点像，看到蚂蚁了，蚂蚁菩萨。看到老鼠，老鼠菩萨。对呀，那看到人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恶人的菩萨呢？啊，那么再进一步的是。花草树木也是老师，为什么？还原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植，山河大地都是老师。啊，你看到风景很美的地方，不留念。啊，所以佛当年在世，叫学生树下一宿。啊，在树底下，你只能住一晚。明天到别的地方去，为什么？这个大树如果很好，这个里面很不错，我多住几晚，你贪心起来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，不让你去贪心啊。啊，就顺境不起贪心，绝对没有贪念。其实
他住在那没有贪心也可以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做给别人看。啊，他已经入不二法门了，燃尽都不二了。啊，他当然可以在大树底下长期住在这里。为什么天天换地方？给别人看。要怎样把自己这个贪心除掉？这个方法。真的没有贪心，无所谓。啊，在你贪嗔痴没有断的时候，你就得用这种方法啊，去磨练自己啊。这善财在华严节目后啊，怎么样教导我们呢？啊，他一生成功了，像他那种修行的方法，个个人都一生成功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哪里要到第二生？哪里要什么三大生七劫？不需要啊！啊，问题你会不会？啊，当然，这个最基本的还是这个华严三观。啊，你真的明白，真的了解。啊，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。啊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啊，空假中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空在哪里？空在假里头，空在中里头。中在哪里？中在假里头，中在空里头。决定不能分了。啊，一分完全错了。所以讲空不是断空，啊，不是是什么没有了叫空，这个断空就什么没有了，它什么都有是空。如是啊，则能破情尘，而空色无碍。这可是扩大啊！把情是心法，尘是色法色心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现在学术里面讲是心物，啊，情是为心，尘是为物，啊，物在哪呢？物在情里头，物有情生的，心想生嘛，情在哪呢？情在物里头，是一不是二，空色无碍。叫入不二法门啊！啊，无碍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分别就没有了，执着就没有了。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有障碍。啊，所以执着障碍是什么呢？叫烦恼，叫烦恼障。那分别呢？分别产生的障碍叫所执障。啊，所以你于一切法里头，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两种障碍破了，你得大自在了。啊，那就转变了。啊，转什么呢？烦恼转成智慧。两种这个烦恼都转成智慧了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呢？自性的本有的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业障是什么？是我们自性被
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之后产生了扭曲，变了形了，智慧变成烦恼，性德变成造业，相好变成了六道轮回，整个扭曲了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。是不是真的扭曲了呢？诸佛菩萨看到真相没有？真相没有扭曲，但是迷在里面，是迷在里面，它真的有这个扭曲的现象。就好像人做梦嘛，你说做噩梦的时候，那个清醒的人看到这个人做噩梦，你看那个面孔痛苦的那个样子，看他那个动作那个声音，醒了就什么都没有。问他刚才怎么样，做了一场噩梦。迷失自信的人呢，就是在做噩梦。觉悟这些是假的。如果哪一天你晓得全是假的，你醒了，马上就醒过来了。所以这不能不知道。免智解。免是把它放下。知是知识，解是理解。这个知解是知解，就是所知障。所以我们前两天，我们举夏威夷那个。传统教学里面讲的，他说人呢，应当把记忆放下。到没有记忆的时候就恢复到自信了。我解释了，那个没有记忆的时候，你烦恼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那还是无明。那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空天的境界，没解析。跟佛法讲的不一样。佛法讲的是什么？知解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知解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的生的，自信的都没有。所以你只要放下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都现前了。心经俱荣。融合是一不是二了。心就是静，静就是心。心是什么呢？发心。静是发相。这个境界，这境界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。那么你有智有解，你就不能明心见性。智解是所知障。这个直接讲什么？佛法。你要晓得，你不要被释迦牟尼佛害了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些经的时候，你都以为是真的。错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最后说了一句话。他49年没讲过一句经，谁要说佛说法的时候要谤佛，你看全部否定了，告诉你们说而无说，那你什么才能经？你才如何才能悟如呢？
你要听而无闻，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里面告诉我们，怎么样听经啊？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也不要去想它什么意思，你只管听。所以佛是无说而说，我是无听而听，他就相应。那一点真的一下就通了。所以听经啊，老师当年叫不准记笔记啊。记笔记是什么？有说有听。所以老师说，听懂就懂，听不懂不要想。好在佛法这个教学它很妙，为什么？它不断重复。所以你就不要去想它，你就不要去记它。不要说一切经里面重复的很多，这一部华严经的重复你说多少？这个是显示出佛陀的真实慈悲呀！星云就是此地讲的直接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我懂得了。其实你所懂的是你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佛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性德，性德里头没有意思。你怎么会有意思出来？那这个话早年我讲经就讲了很多。我常常劝人初学。要会学。宗门叫会吗？教下也不例外，你会吗？会学的人听经读经，他在修行，在修什么？他在修戒定慧。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没有妄想是会，没有分别是戒，没有执着是定。你想想对不对？所以起心论你们说的好啊！不要执着言说相，这是戒；不要执着名字相，这是定啊！不要执着心缘相。就不要去想它，是会。这样听啊，会开悟啊。佛说无说而说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是真听而听，真听进去了，这错了。所以你总要懂得这个真空观讲的好啊。万法皆空啊。哪来的佛法吗？你怎么可以执着于佛法吗？佛法什么？假名啊，名可名，非常名啊，道可道，非常道啊，这老子都知道啊。所以跟你讲真的，真的说了一句话，叫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。认真，言语道断，开不得口啊，开口便错啊，动不得念头啊，动念皆拐啊。你怎么可以动念呢？你怎么可以开口呢？
这佛开口跟不开口是一不是二，动念跟不动念是一不是二，越讲越糊涂了。话在他讲怎么讲都有道理，在我们怎么讲都错。什么原因？我们有分别执着，就什么都错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什么都对，没有一样不对。这个事情要慢慢细心去体会啊，到心境去融，这是明心见性，这是法界没有了啊，一真法界现象啊，极乐世界现象，华藏世界现象，本来有的，这自性里的本来有的现象，障碍都没有。这要知道啊，啊，这叫真的看破了啊。那下面我们进入离思无碍观啊。什么叫离？什么叫思？杜生和尚讲得很清楚，你看，性尽明体是理，形象分现是事。啊，我们可以说呢，理是什么？理是自性，是法性；事是什么？事是法相。要用哲学的话来讲，理是本体，能生。能现能变啊，思是现象，这个现象有精神的现象，有物质的现象，是所生所现所变啊。所以性是静的，性是明的啊，静是什么？不动的。六祖说得好：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是静。”那他第一句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”，清净是什么？没有染污啊。它是体啊，这就是讲本体啊。体是什么？体是根本啊，这叫理呀。啊，性体。它会现象，它会起作用。我们讲体相用啊，这个《华严经》的经体，大方广，大就是讲的体，方就是讲的相，广是讲的用啊。那么相呢？相就有形。有形有相啊，这个形里面包括着精神的现象啊，相呢是讲物质现象啊，分现它有分别，有界限啊，那么这就是思啊，所以讲性相跟离思意思非常接近
啊，性就是理，相就是死。故观广大之理，啊，理没有限制的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啊，贤归一尘。你看，广大，这是宇宙啊，啊，一尘，这是最小的。一微尘，大小不二啊！广大之理啊，贤归一尘，一尘里面有称性圆满的理在其中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说。佛在这个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如来智慧德相就在一尘里头，具足圆满的。啊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六祖大师见性所讲的这五句话，本自清净。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在一尘。啊，那这一尘是不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宇宙的原点呢？原点很像一尘，但是不是。它那是一层爆炸变成宇宙啊，这一层爆炸的时候，这个宇宙现前了啊。现在很多科学家相信宇宙的起源啊是爆炸的，那个爆炸的点真的叫一层啊。这小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出来啊，他们学科学的人知道，但他的比喻我还记得。啊，他的比喻说，我们的头发，我们拿这个比喻说头发，一根头发，头发切断，切断的那个有个平面，啊，这有个平面，说这个平面的直径，啊，可以排这个原点排多少个呢？他是排100万，后面3个亿，啊，100万亿亿亿个原点。啊，是这个原点爆炸的，爆炸出来的就变成宇宙。那么这个点有问题，为什么会爆炸？如果这一根头发直径上有100万啊，一百的是亿亿亿个原点啊，100万后头3个亿啊，要通通爆炸怎么办呢？那不就变成很多宇宙了吗？这个很难讲，讲不通啊！但是能发现这个也很难得，也很不容易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一微尘里头，就是像他们讲一片点，有整个发现所具的智慧的。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啊，一微尘如此，一切微尘也如是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在前面读过。啊，这个境界相法相怎么现前呢？法相是一念不觉才法相，是迷为一念。这个一念不好懂啊，实在讲的时候，我们过去听这个古大德讲经的时候，都很含糊，
个意念啊，从我们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，我们才真正的有这个概念啊，而且对这样事情的时候呢，搞清楚了啊。弥勒菩萨回答得很清楚啊，什么叫意念？啊，一弹指里面有32亿8000年啊，32亿8000年，我们现在算下来，用中国的算法是320兆啊，一弹指320兆啊。啊，那我们一秒钟可以弹4个弹指啊，320×4，1280兆一秒钟，那个叫一年啊。所以一秒钟啊，已经有1280兆的年。我们才晓得什么叫一年。那不是我们起心动念，是一念，那样微细的那个一念，宇宙就现前了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全现前了。啊，华藏世界诸人通通现前了。那个一念没有呢，这个世界就没有，宇宙就没有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一念不缺啊，啊，叫无始无明啊，啊，无始两个字好啊，无始没有开始，这个一念不缺是没有开始的，我们今天是念念不缺，所以产生一个相续相幻想啊，是虚妄。啊，是不真实的，相似相虚相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三观里面叫假有啊，不是真的啊，啊，真的里头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对这个假有里头一丝毫都不要执着啊，你不要想求这个求那个。啊，你不需要求，为什么呢？你自信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功德。啊，你所求的全都在里头，你不求的也都在里头。啊，只要你坚信。啊，那没有坚信的时候，我们到这个人间来，我就不求怎么能活得下去呢？不求还是能活得下去。为什么？一饮一啄，莫非清净啊！你们看看了凡先生的私训啊，家庭私训，你就晓得你要不要求？不要求，命里出尽啊！他这边人消极了，真的，了凡先生。前20年真消极，什么事都不想干啊！20年那个命被孔先生算的死定了啊，是个读书人，每年考试考第几名注定的啊，每一年公家发给你多少粮食固定，一点都不差，这到底怎么回事情不知道，这命里注定，命里谁注定不晓得，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是开悟的人，把事实真相的告诉他，
啊，命是有定的，是你前生造的。你每一天呢，善念恶念是加减乘除。啊，了凡先生是善念恶念都没有的，所以我叫他叫标准凡夫。他为什么不起念呢？起念没用啊，何必起念？啊，其实善恶念的加减乘除，恶念呢减，善念加。啊，但是一般人呢，善念恶念都不是大善，不是大恶，所以他的幅度很小。那个算这个还是在那标准范围，不离谱。如果大善大恶了，那个幅度就大了。啊，大善往下降了，大的大善往上升了，大恶往下降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他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断恶修善。啊，那个命运真的改了。第二年去考试，啊，命里算的是第三名，他考第一名，啊，就不灵验了。啊，这一想真的，所以发愿的时候行三千善，做三千桩善事，啊，来求功名。他命里就没有功名，啊，功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位。他只有秀才，举人进士没有，命里没有。那命里头没有儿子，啊，想求儿子，啊，都被他求到了，啊，命里没有的求到了，修得的嘛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命运全改了嘛。啊，那明心见性也不必说了，那没有一样不求则不要求了。啊，所以这是这个整个宇宙在一微尘之中。啊，什么人能进去呢？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，微尘里头又有世界，重重无尽。普贤菩萨能进去啊，普贤等觉菩萨了，没有障碍呀、啊。这里真好玩了、啊，游戏是世界里未曾有世界，世界里未曾又有世界，你玩不尽啊！啊，不管怎么玩都没有起心动念，啊，都没有分别执着，你是这个境界都没有。这人想不到啊，无法想象的，这是妙不可言啊！啊，寂寥寥是明了，一尘之色，通遍法界。一尘里头有法界，法界没有缩小，一尘没有放大，大小不二。啊，是在容万象之虚相，全一真之明性。啊，万象是整个宇宙，啊，整个法界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那个相全是虚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，皆是虚妄。这相在哪里？在一真的明性。那一真是，那一微尘是性吗？一微尘是相，相就是性嘛，性就是相嘛。那从性里面是全的，会圆满的。啊，不会说这一微这个一微尘的性，这个性很小，哦，那个性很大，不是的，没有大小。啊，没有大小。啊，大小是错觉，啊，没有大小。啊，是圆满的，没有一样不圆满。平等啊，平等是性德了，平等是法性啊。那我们今天不平等，这是违背了性德啊，所以你就会生烦恼。顺着性德的时候，那快乐无比啊。
啊，所以信要知道是真诚，不是虚伪的。信是清净的，不是染污。信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的。啊，信是正确的，没有迷惑。信是慈悲，没有自私自利。我们今天学这五样的，这是随顺性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见性呢？原来它就是这样的。无离世交彻，无爱圆融。啊，离就是四，四就是离。啊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啊，是一不是二。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。啊，入这个境界得大圆满。啊，这个里面密十法界六道都了不可得。哪有业障？啊，哪里会有什么灾祸呢？没有啊，全没有啊。啊，那个都是从妄想分别里头变态里头产生的幻想，不是真实。啊，所以应当放下。啊，应当不要再回了。心里头不要放这个东西。心里要放下，没有东西放，不行啊，怎么放一个？叫你放阿弥陀佛。啊，心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放下。啊，现前这个生活上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啊，命里有，到时候它自然有。这个要相信啊，信心很不容易建立。啊，人要真相信了，他就很自在了。啊，越相信，心越清净，越清净越有智慧，越有智慧，心得就透露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